哎，啊，出门庄我们这得看一看啊，我们是潘森嘛，啊，我们是潘森，所以说我们就得选一个这个所有物品里边。钢铁护肩，啊，一样，还是先来个这个。星辰遥不可及，于是我握起长剑，瞄准天际。那潘森第一件传说神话装备，俺们出啥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个狂想曲皇冠咱肯定不要。这个日炎。啊，这不是日炎，这是加盾的，这也不要。帝国的指令，这也不要，这个也不要，这个也不要，感觉没有潘森能出的东西呢。我这潘森，我不整个星矢？我潘森，我指定得整个星矢啊！我这来个木印或者是星矢。不是我这。鼠标怎么变成这样的了呢？哎，哎，为啥我不歪？我塔有毒影。哎，我这鼠标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鼠标变成这样了呀？踩，炸炸炸炸炸，炸，可以。我仍毅然前行。我炸。来踩住！哎，我踩的 AD 呀、啊！我操！我踩的 AD 怎么变成那个人了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！我们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。鼠标的问题。鼠标的问题。这波踩 ADC， 我估计至少死俩。啥玩意儿呢？啊，这是。为何而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往中路走一波啊！往我这边走来，往我这边走来，往我这边走来。跑了？你别打，走。你别打，我马上过来啊，兄弟，咱俩就杀这火蓝啊！我们两个强攻，杀着火蓝随便杀，直接杀来，来打我，打我喜欢是吧？喜欢打我。
哎，回家了。其实我觉得星石会厉害一点，我觉得星石厉害一点，木印其实我觉得不算那么很厉害，就这潘森而言啊。眼石是哪件装备？警觉之石，他好像可以自己升级吧。哇，就杀他 AD 吧，不行就我踩，就杀这，就杀这影流之脸，可以能 A 死吧，漂亮。这波又血赚，又是一波血赚。不冲突？怎么不冲突？这俩你说不冲突啊？我将悔恨，与我的名字一道葬在了墓里。我帮你杀的。来，我单杀的 AD。我操，这火蓝来的真是时候，我发现，哎，这 ADC 闪那么好了呢？没事，下波他没闪，小问题。我们家那卢仙都乱配置了，都给送的，都七个头了，还他妈送！你俩就打对啊，你俩就打。起飞喽！刷刷刷刷刷，回家了。这个自己吃吧，没空。我 ADC 还需要我呢。都是诸神的黄昏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别送啊，这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我才293，对面的火蓝都600多了啊？因为啥呀？啊？啥意思啊？哎，这一下就死了，不，这伤害有那么高吗？这波怎么一枪就死了？我感觉会还得打一下呢，这
复的。这波我们来一个清灵之靴啊，永不言败。空大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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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踩住！我操！这怎么死的？这是？哎呦天哪！我感觉好忙哦，就一直打架。我是长枪的尖锋，百折不挠。等他罩消失的，长枪所向，一往无前。哎，海隐，踩住！我操！怎么还乱配技了呢？先回家。哎呦我 ，nice 啊！我星石了。千百次，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。哎呦，俺们家小龙可以飞他一波啊！可以说 ，nice。站起来，再给我打一场。在麦田面前躁动不安。这波兵线扛一手吧。好像能换了啊，换了给他。这是无数先祖用最后一口气为我们换来的。哎，我们假装在中路，让对面火蓝好像过来，我们往下走。刀剑相撞，那声音曾在我耳畔逝去。可以杀，把技能放了。我来了蓝林汉的痛楚。我曾给自己寻找借口，又将他们抛弃践踏。我个人感觉对面要敢打，那指定是后边有人。对面只要敢打架，那指定是旁边有人，这都是百分之百。没有人，他们根本不打。踩住杀了吧，这个精神病似的。Nice， 踩住 ，Nice 兄弟，行不行？
踩住，完了，我扎，哎呦我操，小月让我给害死了。下一件装备，来这看。比我的长枪更沉重。哎，我感觉这剑姬好弱呀，剑姬连皎月都打不过，而且刚才这个剑姬打人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了剑姬这英雄不太行。这波我们单杀一波 ADC 啊，来踩住扎，停 A， 再 A，A 接一个扎，战斗下去。在我的身后有一座农场，不知道这路上是否摆满面包，也不知道是否还能活下去。小龙拿了吧。来把龙拿了。来踩住扎一下。给我扎来。我扎 ，nice， 回家出暗影扩建，还是个厉害的嘛，这潘森。其实我觉得克烈现在直接出三项也行。我觉得克烈出三项行，哎，真的，这个火蓝都已经变身了，我这还是540块钱。我曾一落千丈，便可再。这里边有眼，把这眼拍了，踩住，扎，走位，兄弟，没办法。我死就死了，你别死就行了，好吧？完了，人麻死了，给下当了。哎呀，全让小兵给挡了。这波呀，这波我们想一想，到底飞不飞啊？我人呢？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天哪，这是在干嘛？我都没看见我人怎么就跑这儿来了呢？我都没飞大呀，我怎么走这么快？哦，好像克烈给我带出来了。团战吧，兄弟们，可背诵了啊，可背诵了。
12声杀音书。算了，咱就不放大了。那不放大能行吗？这12声杀音书不得给他整没了。这也太恶心了，恶心了啊，恶心了。这干啥呢？这是别踩他啊！给你吃个车来。我真的觉得剑姬好像不太厉害呀。我操，炮火连天呢，先杀的 ADC 漂亮，还行，拉克斯死了。喂，你要是剑姬早让我黑屏了，那你可是很厉害呢。哦啊，13级才能买眼石，我看看下一件装备的来个啥。法师有点多，咱来个自然之力吧，要不魔法伤害有点多，影魔刀吧，影魔刀来一个。影魔刀长什么样来的，看一眼啊，来这个整个影魔刀。我们生长在小龙吗呢和心灵的夹缝中，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我直接飞好像不太好，算了吧，等波队友吧，现在节奏稍微有点乱，你知道吧。换我辅助乐意换换吧，没什么命儿，不能换吧。银马呢？4换4还行吧。就是这拉克斯有个杀银书啊。找机会把这拉克斯杀一波，等他没闪的时候把他杀了。哎，怎么还送上了呢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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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，这人不知道干嘛呢，精神病似的。拿下！哎呦我这伤害，我操了这个火蓝。
哇，这火蓝的虚区可有点高啊，这一顿弹弹弹。这火蓝伤害有点太高了，这拉克斯不走有点意思啊，哎，这不走是有点意思啊，25成书不要了是吧，人们呼喊着所有的力量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，25成书居然不想要，我是没想到的小伙子，暴怒骑士可挺有意思啊，你说你老杀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，你这剑姬儿，这卢仙这英雄 AD 后期还是不太行，我发现差点意思，这英雄给俺们的 ADC 给杀了，小龙打吧，哎呀别管输赢了就打吧，来来来来来，这火蓝我的妈呀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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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人勾引了一波，我感觉打他们家我可能得出个沙漏的了，我不出沙漏好像都不行，这伤害太高了，这又拉克斯又火蓝的，我进去基本上我们就是一秒没，这肯定的，这是一秒没，700块大影魔刀打一波来，还演绎有点无敌呀，我这一看有点痛啊，走一下下塔呀兄弟，呀怎么开始卡了呢，
出去开个加速器，开始跳聘了。6-13，你想说啥呀？你想说我死的太多了是吧？啊，那潘森不死，搁后边苟着。真他妈的疼！杀杀光辉女郎 ，ADC 呢 ？ADC 死了，那就没办法了 ，ADC 死了。本来俺们都是那打团死的呀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